吃的啊，这冷开水就可以泡，你出门啊、登山啊、外出旅游啊，都可以很方便的。相机饭 DIY 立刻变身创意料理，下次用炸的，然后就变成很像那个。你像那个爆米花这样子，志工大力推促，邀约民众来尝试。很好吃，很香。端午连假第一天，素食展人潮不少。这个很健康，这个是很健康的饮品，而且很容易做。燕麦奶茶口感香浓，小朋友爱不释手。好喝吗？好喝，谢谢。好喝，还要不要再喝？燕麦加腰果搭配小叶红茶，呈现配方。燕麦奶很夯嘛，很多的品牌也都有出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们有这么好的大燕麦片，那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教大家怎么做，在家里就可以做。一家四口平日各自忙碌，端午佳节，黄瑜珍跟爸爸妈妈和哥哥全家总动员服务过节。疫情解封之后的第一次的这样大型的活动，那全家能够一起在这个素食展。在我们的静思人文推广做慈济，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恩。让大家来喝茶，有茶香，又有书法香，还有人文飘香。素食展推素也邀约大家来品茗，感受这一刻的清安自在。大爱新闻黄子云、林欣宏，台中报道。